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斗上唱的路。大家，我们其实呢这几天我们都没有住在这边，就是我们这几天都是回去我爸妈家里，然后顾狗狗。因为我爸妈呢他们去日本玩了，因为他们现在大家应该有看上一支影片就知道，就是我爸妈真的完全退休，然后我爸爸他就说他想要去日本散散步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跟 Megan 也会回去我爸妈家里，然后顾狗狗这样子。没错，那我现在我想要来吃我的午餐。这个是 Megan 的学生从新加坡买回来的，这个应该大家不陌生，就是那种咸蛋黄的鱼皮品牌。这个热量很高吗？Oh shit 太夸张，哇塞，哎，阿宝，这个热量很可怕。多少？这一包2340卡。两千。它的里面调味包长这样子，油先下，再来是调味粉，最后是这个。这感觉就是咸蛋黄，这个就是2000多卡的来源，这个就是2000多卡的。他的牌，你干嘛？你干嘛？你在拍我的那个 vlog 的 behind the scene 吗？这好好玩哦！哎，它好广哦，是吧？很有大头狗的感觉。没错。啊，你是在冲啥？いただきます。很辣吗？不会。嗯，很好吃，就很好吃。我吃一个看看。但是呢，它还是有点辣辣的。这个2000多卡是太邪、太罪恶了啦，没办法啦。可不可以出这个的低热量啊？好好吃哦、喔。你在减肥。我要控制你。不是，你是教练，你要以身作则。大家如果去新加坡，这个一定要买。因为今天呢是礼拜天，所以呢我现在等待上线，在5分钟就上线了。通常呢上线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刷一下留言，然后看说谁准时到，然后我就会马上秒回他们。没错，但是呢基本上第一个会来留言的人非常固定，就是有一位叫 Jason， 他都是第一个来留言的，超级厉害，真的是很感谢你，真的是很感谢你。这一分钟就要上线了，上线5个留言，一定是 Jason， 我就知道，他怎么那么快啊？为什么可以那么快？欢迎再度准时到来。大家早安，现在呢我在帮我们家两只小毛孩做早餐，而且我做的这个鸡胸肉的量呢是比正常就是我爸妈会给他们的量还多一点点。这个就有点像说跟爸妈一起去到麦当劳只能点一片薯饼，但是跟阿妈去的话可以点到2片薯饼。叔叔来了，没错。而且我是不是很少在影片里戴眼镜，就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眼镜呢因为它度数很深，所以我的眼睛会看起来很小。No way, yeah, yeah. モナド、モコド。但我现在呢，我要把这一台拿到我们家里，然后因为妈妈这边要更换成就是上一支影片妈妈买的那一台，所以呢，这一个就没有地方放了，这个应该就是搬到我们家里。
要不要看？翻回来了，我们的咖啡机，哇，我们可以煮咖啡了。哦，好赞哦！哦，这个声音就是咖啡厅的声音。要来我家喝咖啡吗？对啊，请你哦。你看，有人要来吗？哇，哇，你看啊，我们把这个衣架丢掉，然后在这里做一个小吧台。哎，不错，走。基本上在我们家里呢，只要有一个新的机器来，就例如说像这个，我们就会有那个想要大扫除的那种很起劲，很想要整理家里。对，所以呢，时不时来一点新的家具是好，不是家具家电。先生，请问你要一杯拿铁还是美式？美式，谢谢。美式，好。等下，现在又没有咖啡豆。假装一下以前范家家长这样。为什么要往范家家长？如果现在看这支影片的人呢，有从大概三四年前就有追踪我的话，应该这件衣服会很怀念，因为这几天就是我在住我爸妈家嘛，所以就是会挖出一些你知道以前的衣服，这就是我在澳洲超级常穿。可是你这里怎么了？就不知道啊，这边有种污渍。你现在就怀念以前就对了。对啊。我现在基本上都穿以前的衣服，也没有都是啊，就是这一件，嗯，这样穿感哦，这是在澳洲买的，然后最近我也有在穿澳洲买的鞋子，哦，那这样超平底哎，平底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好看，那我们去看一下家具，好，因为想说如果那边有一个小吧台，加上还可以再收纳一些东西的话，是最好，嗯。Glimmer with the white passing light in this unknown And sprouting seeds Pushing through the forest green Making up their way And day by day They'll turn to trees Winter fall结果我们逛了一整天呢，都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吧台架。但是后来我们最后来到这间五印，我们看到一个超级好看，然后很合我们风格的一个不锈钢吧台架。它其实也不是吧台架，但是它就是一个架子，然后它的高度刚刚好，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材质。那我们是选了一个不锈钢的，但是它这个是需要配送，所以没办法今天拿到。但是至少呢，我们这趟出门是有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咖啡机架。阿宝，今天就吃牛排哦。耶、yeah! ！你煮的牛排超好吃。Little birds jumping out the nest to learn. You're never gonna fly, but staying high in this unknown. 哇，看起来超好吃哎！它上面那个雪盐是不会那么，它不会那么咸，有没有？装在这盘子上，高级了100倍，有没有？对啊，加这个 wasabi 超好吃，这个生 wasabi 超级好吃。而且我来晋城家才知道说，原来牛排加 wasabi 也很好吃，真的是另外一种风味。很多日本人都会这样吃。以前会觉得哈，怎么牛排加 wasabi 不会超奇怪吗？但意外超搭哎，超级好吃。而且这一款 wasabi 就是连不敢吃 wasabi 的人都能吃，是吧？All we have is just part of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This I know. 大家，我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头发自己的头发有一些你知道落发的困扰啊，或者是头皮不是很稳定，就是很敏感的人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适合你。那个好物呢，就是这个 Virtue 他们家的发品，一个是洗发精，然后一个是活泉喷雾。大家，我跟你讲，我的头皮呢真的是极度严重的敏感，有时候我的头皮是真的超级大泛红，很紧绷的感觉。然后又加上说，也是因为有这个头皮环境的关系，就是会弱发，这个真的已经困扰我很久。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真的是尝试了非常多的发品，但是呢，就是一直很难真的找到哦，它可以让我长期稳定的。我可能是因为绑太久的马尾，然后因为男生绑马尾都要绑很紧，所以呢，我后面真的是秃掉了。大家看得到吗？这里这一条线有一个合在这边，非常非常尴尬，代表说我如果剃平头，很有可能后面会有一条
分季线。OK， 那至于这个两个商品为什么我很推荐，虽然这个是合作，就是这支影片是由他们赞助的，但是呢他们家的洗发精我是真的用了非常非常的久，真的有发现我的头发头皮啊或者是落发状况真的是明显感受得出来有差。那虽然在这支影片是合作，但是之前我完全还没有谈合作的时候，我就有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说我觉得 Virtue 他们家的这个洗发精真的是私心推荐给大家，我是怎么跟这个品牌相遇的。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就是很喜欢一个选物店叫做 Hers， 然后呢他们家就是有引进这一个，所以呢这个品牌我是在 Hers 里面找到，然后加上认识的。这个两瓶的稳定性实在是啊、哦，它这个是喷雾式的，我已经给它用到这里真的是用超级多的。那这个喷雾的话呢，它叫做发肌密集呵护活泉喷雾，它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洗完头发对不对，不管你是吹风前还是吹风后，大概就是喷个两三下，我大概是三到四下了，给它按摩在你的头皮里面让它吸收。因为它是喷雾式的，所以真的不会让你觉得说哦要用这个很懒惰什么的。但是我在这边老实说， Virtue 他们家的东西就是包含是洗发精就是发品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价格真的不便宜，但是呢我这样看了我的头皮状况，我觉得是很值得花这个钱去养自己的头发，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头皮状况用的比较健康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但是现在呢 Hers 他们现在有这个母亲节的档期，所以跟我一样有这个头皮困扰的人真的可以入手看看，不管是发品不管是保养品，现在好像两件都有88折，然后包含是一些香氛也有一些折扣，所以有兴趣真的可以看。我在 Hers 里面挖到太多宝了，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是太久没保养还是怎么样，它连热水都不会出来，然后我们已经失败好多次了，它连一般热水都不会出来了，好像有一点哦哟，小心小心，拉花小教室。欸，这样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欸，怎么？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咖啡了。开始画画。可颂加拿铁。有好吃吗？没有。一般吃还是比较好吃。ランチを食べに行きます。そうだね。カバンの中、ちょっと紹介して。OK。紹介。I show 紹介紹介。ちょっと待って。OK。傘。傘ね。iPhone。iPhone。Valentino 口紅。あなたの財布。そう。僕の財布。Yeah. 何食べる？何食べる？何です？僕はね、これセット。あれ。これとドリンクはスプライト。アイスクリーム。アイスクリーム。どっちで？どっちで？どっちで？どっち？どっち？ね、じゃあアイスクリームにしよう。ドリンクは？緑茶。はい。OK。でこれは何番？何番？いや。何番？何番？何番？一、二、三、三十。三十番。三十番。じゃあ上行こう。蛮贵的。哈哈。啊？やばい。やばい。用尽全部味的，用尽。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やばい。これはサービスしてもらったアイスクリーム。めちゃくちゃうまい。それとです。これ？中に入れるの？美味しい。
错，一个中嘛，一个恭喜，恭喜，恭喜。因为我爸妈呢，他们今天从那个日本已经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再度回到我们这个租屋处。今天呢，静腾他要煮日式的肉豆腐，没错，对，然后还有生鱼片。哒啦，这个我爸已经帮我就是真空，这个是在那个 Costco 买的那种真空机做真空的。我爸跟我讲说，生鱼片要怎么切，它是这样横的下去，对不对？然后直立往后拉45度。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立起来往后拉，听说这样子就会立起来，我爸是这样跟我讲的。好，哇，这闻起来好香哦。是吗？而且这豆腐看起来超入味的。来吃饭，来吃饭。哦，你看油脂啊，油脂。いただきます。Oh my god！ 没有我香米的好吃。忘记加那个烹大师，自己调。而且我刚刚做了一个咖啡，然后给它放在这个巴黎世家的咖啡杯里面。那今天的话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行程，就是我等一下我要去拜访一位有名的医师。然后为什么我这次我要去拜访他呢？因为我这次我不是有跟 Virtue 的那个法品合作吗？然后因为 Virtue 那个法品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啊，其实还蛮复杂的，有一些然后包含专利的东西啊等等。因为我很怕讲错，然后这次就是刚好有机会可以去请那个医师，因为那个医师他有在用这个 Virtue 的法品，所以就是等一下去问他，因为他也比较对这个成分啊那些都比较详细。对，那我相信呢应该也不是只有我有这种就是头皮上的困扰或者是头发上面的困扰，所以就想说这个点就是可以请医生呢就是详细的解说。而且那位医师呢他是韩国人，韩国医师，听说他的中文非常非常流利，所以我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怕。好，周医师，对不对？对 ，Hello， 听说你今天有跟我有约，是不是？对对对，好，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告诉你是日本。对，我的爸爸是日本人。医师，你是爸爸是？我妈妈是韩国人。妈妈是韩国人。哦，好啊，那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就等一下再。对，我是小时候住在韩国，然后大学来台湾读医学系。那中文怎么那么好？就教过很多台湾女啊，不是啊，不是不是，对，就是有在小时候就一直用中文，你会念，我会念，我会写，注音会吗？会，注音会，你不注音，我不会注音哎，啊，我以前也不会，但是你是后来学的吗？就是要追台湾女生，所以就有追到吗？有啦，有追到，好，没有白做了，很强哎。因为我不会注音，我已经学好久我都不会。当你想要追一个女生，一定要写字的时候，大概48个小时内就会了。不要小看男人的力量。不是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 Virtue， 没有，但是我是认真，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呢，我跟这个 Virtue 合作，然后我也是长期用他们的东西，但是它里面的成分真的是比较专业一点。我其实我都是一直绑一个武士头的，要不是武士头就是戴帽子，我觉得这个两个，很多人都说戴帽子会秃头，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感受到秃头的样子，但是那是因为你年轻了，是吗？是吗？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发现头发一直掉，对，我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简单来说，这些动作啊，像你戴帽子啊，或者是绑头发，都是让你的头皮啊会有一个承受很大的压力。你戴帽子，它的油脂会变得比较油，基底啊会变得比较不健康，所以这种状况比较容易会造成所谓的断发，让你的毛囊变得没有那么健康。那因此这个时候啊，其实如果你适当的去使用一些护发的产品啊，
会去减少很多这种断法的问题。那另外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它里面的这个专利成分就是 Alpha 60角蛋白，它是可以防止我们断法或者是做那些预防。 Alpha 60角蛋白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修复它这个头发的一个强韧度嘛。那 Alpha 60它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它其实是原本是为了要修复战场上的士兵的一个伤口的再生医学而研发的一个物质。它跟一些我们其他的动植物啊或是人工合成蛋白的最大的区别是说，Alpha 60这个角蛋白跟我们身体几乎有 90% 的相似度，因此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做一个吸收。但是这个 Virtue 品牌啊，其实它创建的故事是说，它利用生物科技啊，结合一些美发的专业知识啊，所以它是史上第一家哦，利用这些生物科技做一些头发蛋白科技的发品公司啊。那 Virtue 的这个头皮精华，就是医生觉得它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哪里？就大家只记得三个成分就好了，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Alpha 60的蛋白嘛，它就是专利的让头发变粗啊，对的一个丰盈的技术。那再来就是落叶松母的萃取物嘛，那这就是有效强健那个发根，对，让它的基底啊就是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对抗这个断裂的一个成分。那再来就是活性益生菌嘛，那就是益生菌大家也知道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菌种，会让我们的发根啊齁就头皮环境会比较好一点，主要是这三个成分在作用哦，真的是很简单明了，这样应该大家也听得懂。因为主要是这个成分呢，如果我自己讲的话，我自己都有点没办法搞清楚它的所有的逻辑，你知道吗？对，但是幸好这样医师有跟我是超级清楚的我也是研究了很久了，你也是研究了很久。医生建议说这个是要每天使用吗？哦，当然啦，其实它是每天可以每天使用。西固酸是纯天然的成分嘛，它其实没有一些药物的含在里面，所以就像每天喝水一样，其实是定期使用的话，会得到一个蛮明显的效果。我自己目前是这三个都在用。这三个都在用，然后主要是这个喷剂，对，让它自然烘干就好。意思是它在湿的时候还是？我喜欢湿的时候用，因为我喜欢在湿的时候用，是因为我喷完之后啊，它毕竟是药水嘛，对，它会分布的比较均匀。如果是干发的情况下，就是用按摩的方式，我们把药水推开，其实这样就好了。那另外呢，我替大家发问一个，就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应该很多人，比如说他们买一个商品，然后他们可能会很好奇说，那我用这个东西我要用多久？然后到底是大概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它的真正的效果？就是，其实我自己使用起来大概3周到4周左右啊，其实那种头发好像变得比较粗，断发减少的状况就会蛮明显的。然后实验也是有证明说，大概4周左右啊，头发的粗度会增加大概2%到23%左右啊。像我之前就是创业嘛，对，在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喜欢去梳头嘛，梳头会发现那种头发断很多根。那也是最近开始使用这些产品之后啊，我的断发其实真的改善蛮多。因为医生的发质超好的，我是头发系，然后我其实家族有秃头的啊，真的，对，所以我从以前就很注意我的发际线啊，真的吗？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越早先做这个育发养发的动作，当然医美也是一样的观念，对，就是预防跟治疗是不一样的概念。我觉得我明年开始可以做自己的 YouTube。会热吗？要不要开冷气？哎，不用不用不用吗？对，不会热，不会热。好。好，谢谢。下面那四个角还是可以调整。好的，你想去吗？好，谢谢。噔噔，我们刚刚呢还有去买了这一个无印良品的这个铁盒，没错，然后想说我们买了三个，想说是可以给它放在那个的底下，因为三个应该尺寸是刚刚好。真的很漂亮。对喽，今天是吃天妇罗加，这个是咖喱包，这个
我在吃到饱店最爱吃这个炸虾。我也是。它炸虾嘛，一出来，对，一出来的时候，先去拿再说。结束。再来，差不多这个稠度。虽然没有长得很好看，但是还行啦。这个双胞胎，哇塞，这一只超大的，这只是我的，不行，是我的。耶！Yeah! 大家觉得怎么样？只有在家里才可以这样子虾子吃到饱，对不对？吃到饱也可以啊。没有啊，你在外面也很贵哎。好大哦，那个肉很多哎。哦。满满的虾肉。嗯。完全不是那种裹粉裹很厚，吃不到虾子。嗯。那虾子本身就大了。而且又很甜。很好吃哎。这是第二集啊。对。哇，看这个，又会想要跑去健身。那我们再吃这个。